桃子公主在城堡里玩，新烟斗，它往哪里呢？桃子来到了海底世界，邀请桃子来做改造吧。闪光鳞片，水下冒险在等着他呢。把小家伙送回海底。耶，我在游泳。后部他被海藻缠住了。救命，我卡住了。蘑菇水母来帮忙。他是美人鱼。桃子，这个宝座是你的，现在你是我们的公主。水下蘑菇王国有公主了。勾勒出星星，扭电线，盖上另一半，水下的超级巨星。桃子宝宝长大了，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呢？一颗星星，我们是好朋友啦。好多好吃的。鲨鱼，救命！星星把鲨鱼缩小了，哇哦，变小了。陛下，把它放进鱼缸里吧。公主的宝座旁有一条宠物鲨鱼。咚，找到你了。洗脸，画新妆容。秘密盒子，公主的礼服，给你的水晶，系一条围巾，公主变成了时尚的少女。消息传遍了整个海底，要举行比赛了。我的海马超级快，你们的海马好酷呀。你们要去哪儿？蘑菇带来一匹海马，倔强的小家伙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，我们的海马肯定会赢。准备，预备，出发。美人鱼的海马暂时领先，来吧，加油，我们要赢了。海马看见了什么？啊，那是什么？桃子赢了。蘑菇用吃的吸引海马，我们第一，你赢了。蘑菇在玩珍珠，我来发球，接住了。折叠，用粘土覆盖内部，塑造嘴巴，锋利的牙齿，还有手电筒。鱼陷阱是神奇的生物。海底恐慌，奇怪的鱼在追蘑菇们。嘘，安静点，不要吃我啊！一片混乱，怎么回事？你在哭吗？怎么了？鱼的嘴里卡东西了。哈，原来是这个，一颗珍珠。我帮你拿出来。没事了，我要收藏起来。原来鱼陷阱不是故意的。你好，拉力路，我长大了。化妆。该换衣服了。蘑菇藏在布料下面，做尾巴，小小的鳍，画白手套，公主看起来非常美。
公主和蘑菇聊天。鲍泽有计划了。殿下，你听见奇怪的声音吗？啊哈，抓住你了，进来吧。救命，公主，怎么办？你逃不了了，跟我去城堡吧。嘿，放开公主。他们根本没办法阻止。我们到了，会有人来救我的。不可能，留在这里吧，公主。剪泡沫纸片，组装帽子，装饰丝带，最后加领结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公主，这束花送给你。我不要你的东西，坏蛋。你太倔了。拿一枚爱心戒指呢？我不要。待在笼子里吧，直到你改变主意。你居然……听着，我为你写了一首歌。我的耳朵，救命啊！马里奥在帮星期三修理管道，马桶又堵了。哦，好累呀！拧紧水龙头，完成了。摇动秘密盒子，分成两半，覆盖泡沫纸条，还有脚蹼、深潜套装。什么？水下有呼救声？马里奥穿上装备，潜入浴缸。哇哦，这是哪里？救命，我被关起来了。你这个坏蛋，赶紧放了公主。休想。战斗开始了。哈，这是你的领结吗？还给我。哦不，我打不过他。星星给他力量。哇哦，我变强大了。公主，你自由了。哦，谢谢你。计划失败了。修剪塑料球，涂热胶，装饰树叶，添加斑点。蘑菇拿来树枝做腿，搅拌药水的勺子里面有什么呢？桃子和马里奥回到了原来的世界。我的尾巴不能走路了。哦，我们需要帮助。蘑菇拿来魔法锅，制造药水，添加珍珠，药水开始冒烟，溅在蘑菇们的身上。哦，神奇蘑菇做好了，吃吧。OK。他的双腿回来了，桃子和马里奥可以在一起了。拿一条泡沫纸做王冠，华丽的王冠是蘑菇王国权力的象征。这是桃子和马里奥的婚礼，他们在跳华尔兹。你愿意和我一起统治王国吗？亲爱的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耶，有国王了。蘑菇带来王冠。恭喜你，陛下。哇哦，谢谢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们忘了国王的权杖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只有马桶塞，交给我吧。
金色马桶塞非常适合新国王，他们共同统治王国，幸福的未来在等着他们。盒子里有什么？惊喜。Hello。 洗脸，画眼睛，勾勒内部轮廓，浓密的睫毛，添加高光，脸颊通红，戴上帽子，来看看头发，剪刘海，穿粉色上衣，另一层织物装饰下摆，戴耳环，皇冠，这是碧琪公主。公主来到蘑菇王国，谁在树后面？殿下，做我的妻子吧。你在说什么？不，我们是敌人，鲜花不管用。礼物怎么样？他会喜欢的。灯熄灭了。他在做什么？勇士上场。弹得真好，太棒了。你同意了吗？没有。你是我的。啊！救命！公主有危险。你要做什么？修水管吗？别小看我。马里奥，救救我。蘑菇给我力量。耶，成功。公主，你自由了。Thank you。谢谢你，他们相爱了。做秘密盒子，准备模板，超声波扫描，验孕棒，惊喜要去哪？碧琪公主决定给丈夫一个惊喜。别偷看。OK。瞧。Wow。我们干一杯吧。我爱你，真浪漫。还有惊喜呢。公主拿来秘密盒子，看，给你。有趣。Wow。验孕棒，不会吧？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太紧张了。幸福的一家要有新成员了。分解成细节，组装盒子，上色，长剪带，给木柄上色。该放工具了，需要的工具都在这个包里。马里奥准备迎接挑战，他穿过建筑工地，这样很危险，交给我来处理吧。还好马里奥有工具箱，又开始工作了，太好了。完成。马里奥跳上砖头，后他掉进了管道里，英雄来到了火龙洞里。哦，嘿，干净，赶紧离开这。啊哈，灭火器就是这个。火龙被喷，马里奥趁机跳了出来，拿运动面料，像花瓣，缝制细节，蓬松的裙子，上衣的细节，蕾丝袖口和衣领，拉上裙摆，真好看。添加装饰，闪光石头，碧琪公主真可爱。哦，我饿了，新鲜水果，我想要苹果。没问题，钱呢？我没钱。
没钱那就没有苹果。哦不，怎么办？碧琪公主听见了，我帮你找工作，我需要员工。想吃苹果吗？嗯，我可以买下这家店。现在是你的了，该怎么感谢你呢？好好为我工作吧。一本日记本，去掉彩色毛皮，梳一下，取下刷子，是鸡毛掸子，勾勒图案，剪下来，一对袋子，镂空帽，太阴沉了，好多了。拿着水桶，会有用的。黛西负责打扫。Yes。哦，几点了？约会要迟到了，好多灰尘，黛西打扫一下。OK。可是该怎么打扫呢？我给你工具，看，谢谢，玩得开心。再见，黛西开始工作。哇！再见，灰尘。哈啾！他非常努力。我做到了，完美。Hello。Hello。小姐，你叫什么？黛西。我帮你吧。黛西爱上了马里奥。哦，对不起。一起喝茶吗？哦，我得走了。他真奇怪。准备材料。做指甲。插入较小的吸管。覆盖银色。拆开。装进热胶枪里，连接电线，需要帮忙吗？马里奥和碧琪要当父母了。哦，他在踢我。宝宝最近很紧张。不对，也许宝宝要出生了。我送你去医院。马里奥把妻子抱上车，他们赶到医院。医生，快！怎么了？他肚子疼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打吊针，马上就好了。OK。亲爱的，别害怕。有你真好。切开网球，包裹织物，装饰水钻，假肚子。黛西，你在想什么？哦，救命！怀孕多久了？要生了。你看我的肚子。去病房吧。请坐。Nice。打给马里奥，他是孩子的父亲。黛西，这不是我的妻子，这是你的宝宝。怎么可能？好好处理吧。看看超声波。哦不，我怕辐射。绝对安全，住手！黛西跳起来，假肚子掉了出来。医生和马里奥很震惊。黛西逃跑了，怎么回事？叫醒这个宝宝，用粘土做蘑菇，换帽子，均匀颜色，可爱的脸。添加点，剪外套，十字符号，蟾蜍当医生了。医生把公主带进病房，叫最好的妇产医生。OK。你好，小姐，你就要当妈妈了。太好了，我真幸运。当然，她来了。嘿。哦，呵呵。助理把医生推过来，检查一下肚子，是双胞胎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嘿，
小宝贝。嗨，重新涂头发，画衬衫、裤子、剪肩带、毛毡帽。小男孩和他的妹妹和父母一模一样，碧琪要生了，关上屏风。碧琪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我们当父母了。公主、马里奥，对不起，我为你们高兴。没关系，我们不记仇。小姐，等等。哦，你好呀，他又一见钟情了。马里奥世界的蘑菇有奖品，橡皮泥，另一个颜色，拿到工作室里。哇哦，一片蘑菇，做奶嘴，宝宝的奶嘴。公主在哪里？你觉得是几号呢？也许这个。你好呀，长发公主，这里呢？ Hello, hello. 是艾莎，上面蜘蛛侠。哦，碧琪，我们在找你呢。蘑菇王国真美，听见了吗？是的，孩子的哭声。哇哦，是个女孩，她怎么在这？宝贝，你迷路了吗？有了，她需要奶嘴。宝宝不哭了，耶，她很开心。蘑菇们喜欢这个小家伙。你是我们的女王。准备好改造了吗？ Yes. 改变眼睛，塑造刘海，穿裙子，白手套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碧琪公主。孩子们在一起玩耍，碧琪宝宝很无聊。啊，哈哈，一个蘑菇，我真快！哇哦，怎么回事？西西蓝蘑菇，哦，它隐身了，它去哪了？有人偷走了皇冠，不是碧琪在恶作剧，我们也想试试。孩子们喜欢这个游戏。选择橡皮泥，塑造蘑菇，小皮卡丘准备好变身了吗？花脸，这是奇诺比奥，收拾背包，他要去哪里呢？碧琪整晚都没睡，怎么办？公主吃早餐吧，健康的水果。呦，我不喜欢。你想吃什么？不要水果。好吧，真挑剔。我去准备，来帮忙。食材来了，一道新菜，吃吧，好多了。碧琪吃光了，躺在床上睡觉。蘑菇成功了。娃娃有新角色了，画眼睛，剪布料，缝裤子，腰带，围巾，再加一层，还有护膝，皇冠闪闪发光。碧琪公主已经是个少女了。
碧琪和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玩手机。公主，我下载了一部新电影，后来看吧。不要玩了，该学习礼仪了。真无聊。变，先弹钢琴。这首歌不错，干得好。现在我们学习优雅的姿势。好难啊。你试试。耀西也加入，朋友们互相帮忙。盒子里有什么？一辆旧摩托车。打磨表面。涂大灯。安装轮子。给奇奇蛋包装上色。这是头盔，安全第一。碧琪和朋友们骑车在森林里比赛，他们准备采蘑菇玩。公主，你没戴头盔吗？不行。这个给你，适合我吗？当然了。后忘记了皇冠，快乐继续。新娃娃，新年纪，穿上蓬蓬裙，粘土变成了织物，添加叠加层。头发呢？选择发型。就是这个。做发型吧。梳头发。修剪末端。瞧，完美。这是我们的女主角碧琪公主。公主带着蘑菇朋友们野餐吧，去拿吃的。蘑菇去收集奖品。茶具。这是水果，太棒了，可以野餐了。突然出现一根烟斗，是马里奥。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是马里奥，我在这等你很久了。他们相爱了。选择一些材料，剪爱心，做成墙壁，铺好布料，拿链子，组装戒指。这是世界上最棒的戒指。马里奥给公主准备了惊喜，不许偷看。到了，看。马里奥，你真浪漫。坐吧，亲爱的。蘑菇播放音乐。碧琪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她是新娘了。你真美。我宣布你们是夫妻了。拿网球。标记切割线。拿粘土混合，覆盖内部，加一张嘴，画圆点，剪断电线。三个捕蝇草种植在花盆中，捕蝇草非常危险。这是谁买的？花园里开了一家花店。给女士买花吧，去看看吧。好的，公主。好多美丽的植物。这是什么？我的耳环。马里奥，怎么了？这朵花吃掉了我的耳环，交给我，把耳环还给我。
哦，找到了。捕蝇草平静下来，变成了乖巧的植物。打破立方体，一个娃娃，画内衣，粉色上衣，做发型，长得好像碧琪。旁边有一个很像爸爸的男孩，可爱的宝宝。他们把孩子带到操场上，这里真好。孩子们扮演飞行员，飞吧，真好玩。跳吧，我们要通过障碍。太高了，我害怕。哦，孩子不要怕。看，妈妈做到了，你也可以的。妈妈是孩子们的榜样。小男孩也来到了顶层，这里真好玩。碧琪和马里奥是最棒的父母。